Hello， 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啊！欢迎收看由呆呆为大家带来的《生存战争：野人岛》第221期。上一次呢，我们是把这个城堡啊给它做成了车库，现在里面只有两辆车，一个黄色的超跑，一个摩托车。现在我们去另一个别墅看一看，因为上一次我还放置了一个外星人基岛，看看有没有变成汽车载具的模样。我们直接从这个城堡里面穿过去啊，这边还有一道门在我们的红房子别墅里面。现在我们过去瞅一瞅，非常好，哇塞，是一个红色的超跑，可以可以啊，这怎么感觉这个红色的超跑和我们这个黄色的超跑车是一模一样的啊，只不过是颜色有点不一样。走吧，我们先把这个车给开出去再说啊。不知道这个门口这么小能不能出去啊？好的，我们已经出来了啊。哇塞，开着我们的这个车实在是太酷了啊，和我们这个黄色超跑车是一样的。看来也是同一个类型吧。走，先把我们的这个车开到这个城堡里面，这样的话我呆呆又多了一辆超跑车。哎呀呀，好的，我已经进来了，然后把这个车停在这边。OK， 嘿嘿，三辆车。下一次呢，我们需要找一个擎天柱啊，看看擎天柱变的车是什么样的车。然后在这里，先睡一觉再说。好的，天已经亮了啊。最近我太强大了，外面好像都没有什么危险，我们的雷神之锤还在啊，然后看看什么狼啊、狮子呀、老虎啊、野人呀都不敢来我这儿了。我还是挺郁闷的。现在可不可以搞点吃的？我已经四等级了，可以吧？买点肉吃，最近好像都没有什么肉吃了。买个大鸡腿吧，两个鸡腿就已经饱了。好，吃点鸡腿。哇，两块鸡腿饱饱的。现在呢，给大家看一下我的钱。现在我的钱有814478美元。我现在开始攒钱，我要攒到500万，然后买一个大房子。大房子需要500万，这边呢还有一个高级居民楼500万，所以呢我决定买一个大房子吧，攒钱500万买一个大房子。现在我呆呆已经有目标了呀，走，现在我们继续去挣钱。我们要把我们的方天画戟全都给卖了，最近这个方天画戟好像都被我卖的差不多了，然后把这个闹翻天给放出来，嘿嘿，他的死期又要到了。好的，他已经出来了，继续死翘翘，把方天画戟给收了，再把这个球给收了，我们就这样无限循环，嘿嘿，我们刷的方天画戟会越来越多，我们的钱也就越来越多了。